21桶。21桶。啊，共用电圈怎么弄啊？放连罐儿。放连罐儿套一次是吗？对。那有啥用的圈儿吧？来。Later。 不是老板，你这圈子下不去啊，这是都。啊，圈下不去。这个花对啊，往上面一套，往后面。这声音，这四厘米远了都。对，这怎么办？行啊，同志们啊，看不见不就走啊？他都监控了，赶紧，是不是？是，就这样啊。我不是套了套了吗？他说给电动车，给个电池啊！啊，给电池，咱好好看看啊！嗯，他必须把电动车拿下，好行不行？行，行不行？那好吧，哇，那那有，哎呦，来，那个，好，套圈的都没电池，那我明白了。200一辆，兄弟的卖不卖？卖不？这老板正在吃饭呢。好，上来吧。不是不累。老板，圈怎么卖了？哎呦，5个啊！哎，怎么了？没上一个啊？又上一个啊？我这样开玩笑了吗？老板，开什么玩笑？圈圈怎么卖了？5来一种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也别报报，你报不着。我告诉你，来给我来一桶来，来来来来一桶，来，好，不是老板啊，怎么能上船了吗？这是专门给你们高手准备的啊，这你们就利用这套啊，用这个套餐，不是你们的手段，知道吗？哎，就用这个，你们只能泡那个罐子啊，啊，啊，就泡那个啊，泡中了以后，船厂任意丢啊。罐子啊，哎，就泡。来，试试啊，嗯。老板是真行，行啊。不是，现在我都想吃一口。是啥？是不是？来，吃啥？吃猪蹄儿啊？哎呀，肘子还能这么吃？来，试试。娘，不是，娘，不是，这咋套法呢？我去，哎，来，这玩意儿能进去吗？啊，你要不那个？这圈太小了，这。不是老板，你那进都进不去这。反正我告诉你啊，这圈不对。哎呦我的妈！是。再见了，妈妈，请把我就永远好。这什么呀？这是？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刚套的。刚套，这套的，这么重啊？知道吧？这什么啊？这是鸵鸟蛋吗？鸵鸟蛋。这什么蛋都有，泰国蛋，2块钱一个圈。玩会儿呗。这好玩的啊。蛋都有。好啊。这是什么呀？一会儿看有东西啊，一会儿看。嗯。走，哎，跳来。我，老板拿过来看看。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我去。哎，中了，老板。你给我说呀，这同样大，咱赚了都。什么呀？呀，烤鸡蛋，你把那个鸡蛋，什么蛋都有，什么蛋都有，我操，就是鸡蛋。啊，鸡蛋多了。这什么呀？人家当然是鸡蛋，全是鸡蛋。我都跟你说了，什么蛋都有。后面那个什么蛋都有，后面那肯定是大洋，最远的那个。对，你别骗我啊！骗你干啥？骗你是王八蛋。骗你王八蛋，来骗我王八蛋，骗你是王八蛋，你是王八蛋。看
去。哎呀，这算不算？我感觉不像那个鸵鸟蛋这么大呀。你们人个鸡蛋。耶，滚！这什么呀？这什么样的吗？王八蛋。这是王八蛋吗？是，那好好看看。是，这是我鉴定过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这真是王八蛋。哎，这有个。咱们现在不讲这个，你睡了，还让人套路了多少呀？做生意的又笨又拽，你连套路了地都强。哎，大家怎么回事啊？在他套的刚一摆摊儿，看套了都两多少哎，赔几百块钱，张张门门又难走啊。这回来没啥子，这全都卖了啊，七块二十五是吧？你们摆的太近了，好套，好套，好套，对，好贵啊，好感谢。你这样吧，来给我数两百块钱圈吧，啊，就是600块钱，对。没有什么独特。是哎，你们随便套一下啊！他那么哎呀，你吃药啊？看这感觉不容易，整不整太稳，吃点凑合吧。多吃点有氧、有营养的东西。啊，走走，不套了，咱走吧。套路两张都算啊！行，先给我来50块钱的吧。哎，您来。哎，我这不能压圈套啊！嗯，压圈不能算。不是，老板，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！这是你压圈啊，我这只能单个套。这老板说话这么难听的吗？我摊位五说了算，我人说话就这样，爱套不套，我只能一个一个圈套，不套我把钱退你啊！行，来单圈单圈来。小龙耍客啊！妥妥的，这老板来交代是查的明明白白来的。好，你给我套人了，有两个没？有两个，行，我这个人呢也比较好说话，你手里那两个呢，那就留给你了。你看不起谁呢？妥妥的，怕不怕套？不怕，不知道什么叫怕。那腰怎么套了？套关公套五次啊，套走了欠走。行，来50块钱，我给你收拾他。你问他行不行啊？来，试试就知道了。来，来，套个圈摸摸弟弟的，你别动多少。哎，坐。你自然啊，允许来，这样来。嗯，我去，就这技术，不是为了给我手穿水这么牛逼了？就这。不是，服不服？傅大哥，哎呦我的妈！不错了，哥们儿，妹，你别套了啊，你别套了。行，来，把羊装车来，走。兄弟，你别个吹我啊！哥们儿还有骆驼嘞，哥们儿，我吃什么了啊？老板啊，来10块钱圈吧。妈，10块钱的，什么年代了还要10块钱圈？现在最低20来了，20块钱15个。哦，来100个。哦，行，我跟你说啊，给，这是100块钱的圈，80个啊。嗯，给，再来几个。谢谢老板。撞！哎，老板，不行啊，不太啊，我这么点生意都没配过圈。你去的话，那我就去一套了，老板啊。行，套，我看你能不能配。呀，
注意，住！住！哎，哥哥，扣了，别扣了，上来钱我给你赔了。我把钱没凑完呢。别扣了，别扣了，上来钱我给你赔了。这样的，我再免费给你找个。我给你不退吗？哎呀，一个钱不退，你这不是还剩一把了？这都习惯了，老板，这套子卖了，钱怎么了，老板？两块钱一个，套子买的哪哪的？是吧？你给我来一百块钱的吧。妹妹啊。你宝贝已经不在了。嗯。这样的白了。你这样的。OK 呀。妹妹，你看剩的圈不套了，嗯，还给你吧，亏了不少吧？谢谢哥。嗯，亏不了多少，最多亏个三四百。今年家里情况终于多。再不这样处理，我赖家人了，就这样挣吧，是吗？那这样吧，哥，你看我把你西瓜呢，我全部都收了。正确西瓜，你们会吃掉了。没事，你先给我朋友多啊，这是五块钱，行吧，老板，来来来来来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好嘞，兄弟们，好嘞，兄弟们 ，How are you ready？ 哎，恭喜大哥，喜得三百年酸袜子一双。哎，老板，全都卖了。哎，一块钱一个，咱给我来十块钱的吧。哎，好嘞，来，那就一块钱，咱试试，咱们也试试咱二哥的。Ready？ 嗯，哟，走。什么？恭喜大哥喜得老古董一台，这三十年的可是好东西，我跟你说。这是什么？是。来。哎，坐。哎。恭喜大哥喜提爱车一辆。汽车？哎，可疑似的模型。哎呦我的妈！还模型呢吗？这个。All right, gentlemen. I want you to repeat that. 什么？老板，来，你看一看，你看。Love isn'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of Paris. Where I go.